JY， 早期和精要萃取已知的实相。本书乃已知的实相系列系于早期课译本现代汉语版解读与批注的精华要素，系于以宏观视角及亲民文字剖析赛斯所述，并深入展开，用当代语境和新时代的认知角度厘清很多潜藏的内容。每节课均浓缩提萃精华为前情摘要，依托赛斯思路独立成篇。JY2 早期课精要萃取已知的实相第二部，用非线性视角剖析赛斯都说了些什么，1至72节。 JY3 早期课精要萃取已知的实相第三部，全我是如何在多重宇宙中运作的，73至148节。 JY4 早期课精要萃取已知的实相第四部，梦中梦与次人格诱发的疾病，149至198节。 JY5 早期课精要萃取已知的实相第五部，豁然自己与豁然实相如何造梦，199至239节。期许读者朋友们能凭借本系列中提纲挈领的浓缩精要，提升视角眼界，连接起当代背景下的多维时空矩阵网络，走出不一样的人生体验。我们试图通过不懈的无私的努力，帮助每一个渴望了知真相的觉醒灵魂串联起知见的珍珠，让散碎的光斑融合成连通智慧的桥梁。我们尝试给每个读者带来更多不同的视角，了知多彩的缤纷。西语资料发布平台和文件免费下载路径，请见图示西语社说明。